是 RW 想接团的一波团战，因为大头第一线没有过来做炮台，弗劳雷斯过来没有抢到，剑圣拿下来想开团，剑圣大招直接把对面切残了，特别的宝石被秒了，剑圣这边血量很低，宇宙光辉结束，剑圣已经没有血量了，交闪上去被奥拉夫追死了，兵败如山倒啊，这波对换完经济，奥恩准备开，别看啊，顶起了三个，先斩蒙多，蒙多这个血量回的稍微有点慢，再说一下蒙多瞬间被秒了，司马老贼开出自己的金身，但是司马老贼位置不好，现在才开始进场，但是 Kilua 也开了一个金身，自己一死也 Kilua 也要死，两名战将瞬间倒地，还在蹲币，以一扛四扛不住，三个人头，解扣已经回家了，现在正面现在打兵是一个可以五打四的一个机会，但是奥恩先冲过来，九五七被秒了，这波他应该是没有疯狂药剂的，羊叫过来直接撞飞，奥拉夫现在也没有出阵狂魂舔刀，但是逆行从后面捞过来，这个位置反而又是打兵的一个机会，这时候 Paper 不熟，直接开启一个出阵狂魂冲进去，但是正面卢仙已经被寒冰射死了，千里的一个致命节奏太为致命，带走一个 double kill。大步技能如果被吞回去的话，那这波夕阳可能是交代掉，打兵还是拿下了内塔，但巨魔的柱子一卡又是让奥拉夫被逼出一个大招，而且这时候回头救的 V 型自己的位置有点危险，交了一个闪现，看一下后续的一个对地 Q 技能在人群中空了，有点可惜啊，对于 ONG 来说，反而是大舅子知道对方没有 Q 反手打一下大招，一关闪现这个位置结构还是被抓死，在后面夕阳是传送过来，但现在是一个人在打三个人地面，九五七先传统一波，确定进场被套了一个虚弱，这波猎手本能没有办法发挥， W 偷到了 Paper， 但是伤害不够，大舅子又是过来，好险一个爆裂果实，千里还可以做一个位移，但大舅子奥数越线跑了隐身，但是现实的瞬间被大舅子一个普攻带走，自己的闪现抢龙，他的位置是蓝色方不知道的，插一个针眼看到了三千多血，看一下奥拉夫的表现了， Flawless 重任在肩，先控制大龙的血线，蓝色方看一下执行力怎么样，两千多就是控制在这个血线，没有视野闪现下来，等到了抢到了，完成了抢龙。